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 现在家里在睡午觉，他说要来二层的，我是为了这个天堂币，你想我拿这个点他的脚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OK， 不会跌倒。怎么没有呢？没电子。没电啊，怎么不会电？不行，电少。嗯，干嘛啦？哎，你都不会电了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会痛？你电什么？没有啊，你不会麻麻的感觉吗？你在用什么？嗯，在干嘛啊？哦哟，干脑震荡！不会啊，他谁？哪一个他？是哪一个？又是哪一个？这次又是哪一个他了？你搞拱哦！几个他？嗯，这几个他？真拱！哦哟，不可以再睡啦、啊！那好，我起来啊！不可以再废啦、啊！不要再电了啦！一直乱戳，都没有被电到。电到，电一个头。笨啊，不会笨，为什么会笨？为什么？这个是帮你充电的，因为你现在没有精神，我可以拿这个帮你充电。你如果很爱困啊，这个电一下帮你醒了。哎呦，好痛！哎呦，我等下耳鸣了。我要不要按摩脸部，像流行电波矜持的，帮你电一下，让你的鼻……你不起来，快！不要打那么大力，很痛。不要打，不要那么大声，小声，不可以那么大声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那要不要起床了？起来。起来就起来，不用装可爱。哇，神经被你电烂了。神经被我电烂了，我看哪里有被电烂。我帮你电电看嘛、啊。我不用，我帮你试啊。不要。哦，我的脸好痛哦。哎呦，你拿镜子打，是不是红红的啦？没有，我红红的好，就是苹果肌，不用去打了。你现在只打左边的苹果肌，我先帮你打右边的。不是啦，苹果肌不要再乱打了，这不是苹果肌，不是苹果肌。你知道什么是苹果肌？我教你。不用你教。哦哟，不要给我的哦，要哦，拜托你哦，阿麦哦，安妮哦。嘴巴脸真的很痛，看这里这一块。这块正肿起来，而且烧焦，烧焦。我帮你用。不要不要，好恐怖，我不敢用。你等下饿。我电手就好了。不可以啊，还我啊！不可以拿那个危险东西啊！哎呦，你先拿给我。你要先把笔给我，不然我会把你丢下来。我又来了。你要把快点，3、2、1，拜拜。